新泽西州多元文化节在 Harrison Holy Cross 礼堂拉开帷幕，盛大游行活动在9月23日隆重举行。随后举办为期2天的多元文化节庆祝活动，包括文艺表演、餐饮娱乐、商业活动。晚在 Harrison Holy Cross 礼堂举行的新泽西州多元文化节开幕仪式上，来自当地政要、各界团体、赞助商欢聚一堂。20多位各族裔的佳丽们登台亮相，展示自己的文化、服饰和仪态美。华裔佳丽陈爱玲以一袭大红色晚装登台亮相，赢得满堂喝彩声，荣获最佳晚装奖。在以往的新泽西州多元文化节游行活动中，各族裔的游行团队身着本民族服饰盛装登场，纷纷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，精彩纷呈。本届游行活动更是令人期待。
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它每天为你升起。变成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春天又来到了，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That's all I have for you today. Have a great day.